你装不装啊？安全第一啊！嗨，我的技术你放心，我好得做。啊，老师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，人家别开玩笑。哎呀，我们爸我还不晓得嘛，老婆，不得事呀，他最多有点擦伤，顺便还可以赔点钱。我的哥呀，你连这你都敢想，我太佩服你了。我告诉你，康叔出事了，我饶不了你们两个。不得事，会有啥子事嘛？阿姨带你找妈妈去啊，慢点。怎么样了？马上就好。哎，你那车里是不是有灭火器啊？帮我拿一下呗。你要那东西干嘛？当下里表啊。这东西你都能弄出来？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，我们可以一直合作。有路子就行。出来干活不都是为了钱吗？好吧，我给你拿灭火器去。弄得快点吧啊，一会儿就好。
们是？我们找汤老先生，我们是他朋友，他叫我们来的。啊，汤老先生还没回来呢，我们还等他结账呢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这可不一定。要不你们先下去坐坐吧。啊，不了，我们就在这儿等。啊，那你们先等会儿呗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下去了啊。哥，看样他没在屋，咱真在这等啊。什么东西？剧本里边写的乌油菩萨。看来汤老先生这个人也不简单啊。剧本？那这个人肯定有问题。他会不会是跟赵老师一伙的？要不然他们怎么就把他给带走了？回去再说。小丁啊，我代表景区管委会谢谢您。哎，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不愧是我们旅行社的优秀员工。主任，我都已经辞职了。辞职？干得好好的，怎么辞职呢？哦，对了，这孩子你什么地方找到的？这我们派人出去漫山遍野的一天一夜没找到人。其实就在山上不远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比较隐蔽，一般没有人过去。好死，君子好逑留，好死不宁。医生，哎，问下来，唐氏症在哪个病房？谁呀？唐氏症。啊，你等一下哈，我给你查查。没这个病人，不对哟，交警大队说的人在那边的嘛。是啊，你再仔细找找，别给漏了。好的，我再给你查查啊。哎，真的没有？不可能，我看了医生。哎呀！你们是汤氏症的家属吗？啊，我是他儿子，我们老汉在哪里嘛？刚才送急救中心。太平间了。急救中心太平间。是叫汤氏症吗？汤氏症。刚才我们那儿就只送来一个汤氏症，送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。医生，是50多岁的老人吗？是。爸爸。浩远，去急救中心。看错了，你绝对看错了。怎么了？不是，怎么了？太平间，太平间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是我们工作没做到位，这临时挖了一个洞，没拉警戒线，也没向领导汇报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啊。什么施工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这位是我们区管委的张主任。哎呀，张主任您好。久仰大名，必姓沈，沈雕啊，混迹于中国导演界，最近正在筹部一部这个关于盗墓题材的电影啊，
为了宣传咱们嘉定的历史文化，特意在您景区选了个景，临时掏了个山洞啊。您放心，绝对不会对您景区造成任何破坏。戏一拍完，我们马上把洞给您封好。当然了，我们是承认我们这个工作确实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啊，忘了设置警戒线，就找了两个临时工。您看他们俩一吃饭也没跟人打招呼就走了，这才出现了这些小小的不愉快。我向您保证，下次绝对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啊。不好意思，真有这事儿？是真事儿。对不起啊，张主任，没来得及向您汇报。那个洞在哪儿？我们过去看看。哎，好，您跟我来。走，哎，您请您。你们先坐这儿休息啊。回屋一趟啊，来，你就在这儿弄吧。这儿没有出口插座。去。来，他们打你了？不关你事儿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别和他们动手。你干嘛呢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什么？这出了问题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张主任，对不起，没及时向您汇报。这是一哥们介绍的，人家挺靠谱。再说人家还交了管理费呢，干这事儿。交了管理费也不能这样啊，是吧？张主任，您说我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，碰上您这么富有责任心又通情达理的领导，我要再对您景区的安全环境不负责任，那我还是人吗？你们这拍的什么戏啊？哎，张主任，我跟您说啊，我们这部片子呀，叫做《盗佛笔记》啊，前期的筹备资金那已经超过100万了，总投资每5-6千万肯定是下不来。
我们这演员阵容全都是两岸三地的大牌明星，里边有一高大全的角色，非常适合您来演。哎，您演的简直就是本色呀！哎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周期，帮我来客串一下这角色？别说没有，您要说没有那太可惜了，我都不答应啊！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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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些都是你们年轻人的事，好吧？这个问题呢，既然你说你给我处理好，那到时候你们拍了以后我们再说，好吧？好。首先是保证游客的安全，然后就是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的开展起走，按照我们原则。对对对，其他的呢，下来你就和小猫联系。好好好，好吧。好。真是好久没来过你们景区了，上次来的时候呢，还是十岁的时候。你们主任真够逗的，一给钱马上就软了。你说现在这人，怎么了？你别这么看着我行吗？你这么看，你再给我勾出邪念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喝饮料吗？我去买去。我问你今天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跑这儿来？有人让我替你解围，还给了我500块钱。他好像也知道你的秘密。小溪，找个地方坐坐呗。啊，好。保持冷静，可以了吗？放话下去，看见秦河川人，马上动手。小溪呢？嗨，也不知道他去哪儿玩去了。我一直听小溪管您叫四哥，还不知道您贵姓呢。我啊，我姓丁。这么巧啊，那咱俩是本家哎。还有更巧的呢，你想知道吗？像我爷爷奶奶呀？不是像，就是。那这个是？这个是我。在下沈雕，80后新锐导演。
谢谢啊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放开他！我求求你们，放开他！住手啊！喂，别在这儿弄死，拉出去埋了他。快住手！老林，老林，没事吧？赵哥，我一定配合你们俩。刚才出的状况跟我也没关系，我真不知道他俩在想啥。以后啊，你说一，我绝不说。行吗？好啊，一会儿把他们俩都埋了，你来。我们你得叫我四叔。可是我没听家里人说我还有一四叔，而且我小时候也没印象见过您啊。哎，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。那时候我爸啊，也就是你爷爷，那时候咱们家呢算是个大户，有点钱。你知道那个年代，你爷爷呢娶了个外室，生了我。从你爸那边排，我算老四。后来我妈得病死了，我就到了你们家。你们家的人不待见我，总是挤得我。按我的性格，肯定是处不好，这你爷爷都知道。但是当时家里的琐碎事情太多了，他也管不了，也就是安慰安慰我，给我点钱，让我出去买点东西。我17岁那年呢，回去过一次，我也忘了，记不住，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点小事儿和你二叔打起来。这你爷爷呢是很要面子的人，他骂了我，这一生气呢就跑了，啊，就是离家出走。那您后来又回去过吗？那是听说你爷爷不行了，我赶在临终前见了老人家最后一面。他跟我说那些年发生了很多事。哦，就是你叔叔们和你爸因为家产闹了点矛盾。哎，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。我是在家里处理完后事以后呢，待了几天我就走了。从20几岁以后，我就再也没回去过，所以也就没见过你。但是在处理你爷爷的事情的时候呢，好像我见过你妈一面，但是不知道她有没有印象。那你现在还跟家里人有联系吗？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嗨，找个人还不容易吗？这次我是回来帮你的。帮我什么呀？帮你找丢失的金佛。哦，对了，你爸怎么样了？他12年前就去世了。
我去上个厕所。啊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喂，郭奎，你这边有点事儿，你赶紧带着家伙过来一下。什么家伙顺手带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来啊。二二，哥，这儿呢。那个，你帮我弄一下，我去办点事儿。干嘛去啊？剧组那点破事儿，你看我神棍了吗？啊，在那儿呢。哎，好好。要帮忙吗？啊，没事了。小叔，快点，快给我们解开！快点，你别愣了，快点！李总，哎，李总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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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这位是我们嘉定坊负责招商工作的陈主任。哎，你好，陈主任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是我朋友易志玲。哦，哎，你好，坐坐。哎，来来来，坐坐。坐，说吧，具体什么项目？啊，是这样的，陈主任，我们家呢是做烧烤店的，我们现在想到嘉定坊这边来开个店，就是不知道这个相关的手续应该怎么操作，还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啊？啊，这个简单嘛，大家都朋友介绍的，对吧？下面那个你们都看过了，西区呢现在还空了一大片，西区空一大片呢，我们准备啊弄成那个饮食区啊，饮食区呢以后来往的游客咱们都会往那边带，所以啊这个客源你是不用愁了。至于这个租金嘛，就要看你选的位置和这个大小啊。这是我们的资料，来看一下。啊，好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哎，行。那今天山上那个洞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是临时得到消息，才派人赶快去挖那个洞，还好，及时。那你跟沈雕是怎么碰上的？那完全就是一巧合，我是去茶叶店找人，刚好看见他在那儿，所以才想出那么个办法帮你解围的。我就说嘛，他突然一跑来，还把我吓一跳，我根本都没想到。那您说挖那山洞，密道我当然知道。小的时候，你爷爷带我进去过一次，后来啊，我自己偷偷进去玩，还被你爷爷打了一顿。没事儿，不好意思。你说咱们怎么处理他们？要不直接弄死得了。他俩那手段太残忍了，也省得祸害别人。我觉得就用他们的方法，埋了。
不行，我看还是报警吧，让警方来处理。杀了是肯定不可以的，万一警察知道我们就是杀人犯了，报警的话也不知道他们能关几年，万一出来报复我们怎么办？我想还是把他们放了吧。什么？放了？放了好让他们再回头把我们抓回来是吧？你在这没住够，我已经住够了。我不干，牵扯到我的事我坚决不干，这俩比恐怖分子还恐怖呢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啊，杀了也不是，报警也不是，总不能就这么放着吧？哎，其实啊，天知地知，就我们三个知道。你想想，前段时间我们几个受了多大的罪，而且做大事就得心狠。依我看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弄死。你要丧心病狂了吧？我丧心病狂？你们也不想想刚才谁救的你们？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好好商量商量。跟他这种白痴商量个屁！别着急，再商量商量。还商量什么呀？我说杀了他们，他又不敢；你说报警，他又怕别人报复，还放了人家。我坚决不同意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不能杀人。行啊，那我退出，你俩看着办吧。你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与我无关。我不想被牵扯了。这些天我被关押在无缘无故的，我赖谁啊？我他妈本来就是被冤枉的。你们以后啊，爱怎么办怎么办，做人做鬼只要不来找我就行，啊，我彻底退出。哎，还有，我会守口如瓶的，啊，哎。怎么办？不知道。对不起啊。什么对不起啊？我以为你跟他们是一伙人，我误会你了。现在道什么歉呢？当时那两个人硬来确实挺难对付的，我也是没辙才自己想招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两天我感觉特别奇怪。你指什么？不知道，就感觉心里特别的浮躁。你紧张过度了，过两天就好。哎，对了，我回去洗个澡，你在这儿看着他俩没问题吧？行。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带回来。不用了，你去吧，注意安全。赵哥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闹事儿啊？我跟你说点事儿，你可千万要控制情绪，别激动。你倒是说呀。哎，
刚才易志玲和一花花大少进这客栈了，我亲眼所见呀。什么？不是真的。走。哎，兄弟，你别着急呀，你。哎，我，别着急。四哥，要不我还是叫您四哥吧。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，您一下子跟我说了这么多，我估计回去我跟我妈说，她肯定也受不了。啊，关于金佛，我想你妈什么都不知道。没事，我回去问问。哎，别，最好别问。接个电话。喂，哥，你在哪儿？我想去趟卫生间。哦。赶快过来，情况很复杂，我仔细和你说。嗯，好吧。丁瑶呢？上厕所去了，要不我去找找。快去。行，妞太辣了！啊！臭流氓！啊！打死你个臭流氓！老婆辣吗？臭大乖乖！是我老婆辣吗？告诉你，我辣还是他辣？一次不行，还要不说话呀！今儿不用我打你，你干嘛揍你？打死他！啊！往死里打！我告诉你，你谁啊？你把他打死了！啊！要你偷人下去！臭流氓！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外边。邓明华，你告诉我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让我去找侯丽，我去了，他不在，我不知道你们俩现在在搞什么鬼。你就那么撂下一句话就走了，你知不知道让我多担心呢？是，咱俩现在是分手了，但分手了谁经得起你这么疯疯癫癫折腾啊？瑶瑶，我没事儿。我真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儿啊？你玩失踪，然后现在又打电话过来告我没事儿，让我放心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瑶瑶，你听我跟你说。你说，我就想听你痛痛快快跟我说句话。瑶瑶，我想你。我回头打给你吧，好吗？帮你说，打他呀！啊啊啊！打他！锤！打你个不要脸的！我杀你！你疯了呀！你国辉！我疯了！他是谁呀？啊？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他是谁？他是我师兄。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他带我来认识这招商部的人。我早就说要把我们的烧烤摊开到人家俊坊来。你在干什么？你以为老娘在干什么呀？我要跟你离婚。
你也别打他，这是一场误会，一场误会。沈雕，瑶瑶，瑶瑶，你不知道，就这臭流氓又想占陆志玲的便宜。啊啊！国贵，这事我跟你没完，这丢死人了！哎哎哎，志玲，哎，我给他们解释一下去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会儿我。姐，黄色黄色妈妈，蹦跳蹦跳，新加坡来耍耍，好帅好帅，金鱼刚刚打破，啷个啷个，我来吃点嘎嘎，要得要得，黄色黄色妈妈。帅好帅，走的走的叫叫叽喳叽喳，骑的骑的妈妈驾驾，大家从大佛下过，鸟儿等着你开过，嘿呦，一碗花茶排排坐，闻闻太阳笑呵呵，月亮出来爬坡坡，鼓着肚子找吃喝，小猫一想有数说，听着真解渴，我们吃要吃得到到，睡要睡得好好。靠山一睡，空气很好，不用吃药。我不吃药，可吃强痛药。你听话不听唠叨，一年四季都很勤劳，才会长高。黄色黄色妈妈，擦不擦？新加坡来耍耍，好耍好耍。去你家公家婆，啷个啷个？过来吃点嘎嘎，要大要大。黄色黄色妈妈，擦不擦？摸老虎来耍耍，好耍好耍。坐你坐你脚脚。奇里奇里妈妈，驾驾！大象从大佛下过，鸟儿等着你开过，一碗花茶排排坐，闻闻太阳笑呵呵，月亮出来爬坡坡，鼓着肚子找吃喝。小猫一想有数说，听着真解渴。我们吃要吃得到到，睡要睡得好好。靠山一睡，空气很好，不用吃药。唱歌只唱童谣，听话不听唠